甲鱼展长这是而且不提到什么。正原本我还想哦，如果我放好这 K 信过，是不是不会放照片？因为我店后面放照片嘛。因为我发现它其实可以拿出来的，只是如果拿出来了之后，这个反射这个卡片就比较没这么特别啦。可是还是 OK 的，还管理的。我是那种狂买那种 K 信的人，我上一个旧的电话差不多接近20个 K 信，有一些甚至没有用过，就可能可以给人家喽。每次我都是我木椅子，我坐地上，我都会做出 station pressure 的声，所以嘛，这个呢就可以保护我的屁股，就不会坐到屁股麻掉。很好，看摸出来有什么反应？是不是很软？放工回来的小姐姐，什么大便？你刚才让我讲吧，快录 video。叶子可爱吗？你到底有多少只脚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讲我。哎呦，那只猫吓尿！开门啦！里面那首诗咩？大家，你的上次淘宝来包裹的时候，我问大家要不要看一个 unboxing video， 对不对？其实我已经录了，可是呢，我在看回去之后呢，我才发现呢，整个 video 真的太暗了，因为我的房间真的太过暗了。然后我又，其实我已经买了大光灯，不过还没有到，所以那 video 真的是不行哎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是超不行对啊。黑眼圈、眼袋啊，然后其实当时我还有化妆啊，就是化妆的话，其实状况会更好，可是拍出来是很糟糕一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我的相机也，可能我也没有打光的关系，然后那时候我录的时候是晚上，就单单靠一个灯其实是不够的，然后那个灯的那个灯光的方向又是从上到下，这样就是显得整个人更加奇怪，所以我其实已经录了，可是没有办法要给你们看，我现在在想办法讲究一下那个 video 啦。我是可能可以问一下懂一下 IT 的人，我其实也不懂还可以不可以揪啦，就可能放下 filter 然后 edit 一下再看一下怎样咯。